明年，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。秋，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，西自褒斜，东至弘农，南趋汉中。张罗网皮符，捕熊皮、豪猪、虎豹、幼蕨、狐兔、麋鹿，再以箭车。书长杨涉雄管，以往为州区，纵禽兽其中，令胡人手搏之，自取其祸，上亲临官焉。是时，农民不得收敛，熊从至涉雄管，还上长杨父。辽因笔墨之成文章，故借翰林以为主人，子墨为客卿以封。其词曰：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曰：盖闻圣主之养民也，人瞻而恩洽，动不为身。今年列长阳，先命右扶风，左太华而右褒斜，擢节山壁而为邑，于南山以为居。罗千乘于林莽，列万骑于山隅，率军卒趋，西戎获胡，扼熊皮，脱豪猪，目拥羌肋，以为储虚，此天下之穷懒极观也。虽然，亦颇扰于农民。三旬有余，其谨至矣，而公不图，恐不食者，外之则以为娱乐之由，内之则不以为干斗之事，岂为民乎哉？且人君以玄墨为神，淡泊为德，今乐远出以露威灵，树摇动以罢车甲，本非人主之及物也，蒙窃获焉。翰林主人曰：虚谓之资邪，若客所谓之其一，未睹其二，见其外不识其内者也。仆常倦谈，不能一二其详，请略举凡，而客自览其切焉。客曰：为为。主人曰：昔有强秦，封使其士，亚与其民，凿齿之徒相与磨牙而争之，豪俊靡费云扰，群黎为之不康。于是上帝眷顾高祖，高祖奉命顺斗极，运天官，横巨海，跳昆仑，提剑而叱之，所挥成颤翼，下将将旗。一日之战，不可单计，当此之秦，头蓬不暇书，饥不及餐，低谋生几师，借咒被沾。汉以为万幸，请命乎皇天，乃斩民之所屈，镇民之所伐，归一载，挥帝业。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。待至圣文，随风成流，方垂翼于至宁，功服节俭，提衣不蔽，革榻不穿，大夏不居，木器无闻。于是后宫见戴帽而梳珠玑，却翡翠之饰，除雕篆之巧，恶利米而不尽，是芬芳而不欲，一指丝竹艳眼之乐。曾文正微幼渺之声，是以欲横正而太皆平也。其后勋欲作虐，东夷横叛，羌戎牙眦，闽越相乱，侠盟为之不安，中国蒙被其难。于是圣武伯怒，元整其旅，乃命票魏焚云废魏，云何殿发，飙腾波流，击害封邑，急如奔星，积如镇庭，烹焚温，破穹庐，恼沙漠，遂于吴，遂列乎王庭，驱驼他，烧犁，分离单于，折裂蜀国，移坑谷，拔鲁莽，堪山石，柔施于斯，细雷老弱，眼馋斑齐，金足银仪者数十万人，皆其丧数汉，伏伏俄伏，二十余年矣，尚不敢涕兮。夫天兵四临，幽都仙家，回歌写纸，南越相宜，米节西征，羌伯东驰，是以侠方殊俗，殊临绝党之欲，自上人所不化，茂德所不随，莫不敲足抗手，请献绝真，使海内淡然，
永王边城之灾，金阁之患，金朝廷纯仁，尊道显义，并包书林，圣风云靡，阴华沉浮，洋溢八曲，普天所覆，莫不沾如。是有不谈王道者，则樵夫笑之。故义者以为是网龙而不杀，物米盛而不亏，故平不似险，安不忘危。乃师已有年出兵，整于耸戎，振师五卓，洗马长阳，简历角兽，校武票琴，乃翠然登南山，看乌翼，西雁月小鱼出谷大鱼，东镇日玉，又恐后世迷于一时之事，常以此取国家之大物，淫荒田猎，临沂而不遇也。是以车不安任，日未米沾，从者仿佛为蜀而还，亦所以奉太宗之列，尊文武之度，富三王之田，凡五帝之余，使农不辍忧，工不下饥，婚姻已时，男女莫为，出楷地，行简易，金渠劳，修利益，建百年，存孤弱，率与之同苦乐，然后陈中古之乐，明陶庆之和，建节侠之聚，结革明求，调八列之舞，卓允硕，姚乐虚，听庙中之庸庸，受神人之福护，歌头颂，吹和雅，其情苦此，故真神之所劳也。方将四元符，以禅两府之基，增泰山之高，言光于将来，比荣乎往号，企图欲引览浮观，实聘经道之地，周流离利之林，柔见除饶，夸许种树，胜又绝之收，多迷路之祸灾，且盲不见咫尺，而离楼竹千里之余，客图爱胡人之祸我禽兽，曾不知我亦已获齐王侯，言未足，莫客将席再拜稽首曰，大哉体乎，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，乃今日发盟，阔然以昭矣。哀帝时，丁父董贤用事，诸父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担。时雄方草太玄，有以自守，薄如也，或朝雄以玄上白，而雄解之，号曰解朝。其辞曰，客朝养子曰，吾闻上世之事，人刚人济，不生则已，生则上尊人君，下荣父母，昔人之归，丹人之绝，怀人之福，分人之禄，淤青托子，朱丹旗鼓，今子幸得遭名胜之事，处不讳之朝，与群贤同行，立金门上玉堂有日矣，曾不能画一旗，出一策，上说人主，下谈公卿，目如耀星，舌如电光，一从一横，论者莫当，故而作太玄五千文，枝叶扶疏，读说十余万言，深者入黄泉，高者出苍天，大者含元气，仙者入无伦，然而未不过侍郎，着才给事黄门，义者玄的无上白乎，何为官之唾落也。杨子笑而应之曰，客徒欲朱丹无骨，不知一跌将赤无之足也。王者周王解节，群鹿争议，离为十二，合为六七，四分五剖，并未战国，是无常君，国王定臣，得势者富，失势者贫，角翼立合，自意所存，战时或自胜以驼，或凿坏以盾，是故邹衍以斜抗而取士资，孟轲虽连千，犹未万乘师，今大汉左东海，右渠搜，前番禺，后陶涂，东南夷魏，西北夷后，挥以鸠末，至以至铁，散以礼乐，风以诗书，旷以岁月，节以礼炉，
天下之事，雷动云和，鱼鳞杂袭，闲盈于八区，家家自以为祭器，人人自以为旧谣，但喜垂音而谈者皆拟于阿衡。五尺童子修笔晏婴与夷吾，当涂者入青云，失路者尾沟渠，但握拳则为倾向，西施事则为匹夫，譬若江湖之雀，伯解之鸟，成燕即不为之多，双福非不为之少。昔三人去而阴虚，二老归而周赤，子虚死而无王，种离存而乐伯，五谷入而勤喜，乐意出而厌惧，饭虽以折折而微然侯，蔡泽虽尽淫而笑唐举，故当其有事也。非萧、曹、子房、平、伯、凡，或则不能安，当其亡事也。张巨之徒相与坐而守之，一亡所患，故事乱，则圣哲持物而不足，事至，则庸夫高枕而有余。夫上士之事，或解腹而向，或是贺而赴，或以夷门而笑，或横江谈而愚，或七十说而不遇，或立坛间而封侯，或往千乘于陋巷，或拥肘会而先驱，是以是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，志系倒侠而无所屈也。当今县令不请示，郡守不迎师，群卿不依客，将相不抚眉，言其者见疑，行书者得辟，是以欲谈者婉舌而固声，欲行者拟足而投迹，相使上士之事处乎今，策非假科，行非笑廉，举非方正，读可抗书，识道是非，高德待诏，下处文霸，又安得清子，且无闻之，炎炎者灭，隆隆者绝，观雷观火，未盈为食，天收其声，地藏其热，高明之家，鬼看其事，绝拿者亡，默默者存，未及者宗威，自守者身权，是故之玄之末，守道之极，元清元静，游神之庭，为寂为末，守德之宅，是义是变，人道不殊，彼我一时，未知何如。今子乃以吃枭而笑凤凰，执眼庭而朝归龙，不亦病乎？子徒笑我玄之上白，吾亦笑子之病甚，不遭于夫，扁鹊、悲夫。客曰：然则米玄无所成名乎？范蔡以下何必玄哉？杨子曰：范雎未知亡命也，折邪拉洽，免于危所，膝肩倒背，伏伏入陀，激昂万圣之主，借泾阳底然侯而待之，当也。蔡泽山东之匹夫也，心仪折恶，替托流墨，西衣强秦之相，恶其焉，抗其气，复其背而夺其位，时也。天下已定，金阁已平，都于洛阳，楼敬伟路托碗，钓三寸之蛇，箭不拔之策，举中国喜之长安，是也。武帝垂典，三王传礼，百事不易，叔孙通起于包谷之间，解甲投戈，遂作君臣之仪，得也。辅行米币，秦法酷烈，盛汉权制，而萧何造律，已也。故有造萧何律于唐，于之事，则备矣。有作叔孙通仪于夏，因之时，则或矣。有见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事，则妙矣。有谈范蔡之说于今，张许史之间，则狂矣。夫萧归曹随，刘侯画策，陈平出奇，公若泰山，相若砥颓，为其人之善之哉，亦会其时之可为也。
故为可为与可为之时，则从；为不可为与不可为之时，则凶。夫吏先生收功于章台，四号采荣于南山，公孙创业于金马，骠骑发迹于祁连，司马长卿妾子于卓氏，东方朔歌至于细菌，蒲城不能与此数功者并，故默然独守吴太玄，雄以为父者，将以封之也。必推类而言，即利米之词，红齿巨眼，竟于使人不能加也，既乃归之于正，然览者已过矣。往时武帝好神仙，相如上大人父，欲以封帝，凡嫖嫖有凌云之志，由是言之，父劝而不止，明矣。又颇似排忧淳于坤，幽梦之徒，非法度所存，贤人君子师父之正也。于是辍不复为，而大谈思魂天，参魔而四分之，及于八十一，旁则三魔九句，及之七百二十九赞，亦自然之道也。故观易者，见其卦而明之；观玄者，数其卦而定之。玄首四重者，非卦也，数也。其用自天元推移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际，九九大运与天中始，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，分为三卷，约一而三，与太初历相庆，亦有颛顼之历焉。首视之以三策，观之以修旧，崩之以象类，剥之以人事，闻之以五行，拟之以道德仁义礼之。无主无名，要合五经，苟非其事，闻不虚生，为其太慢患而不可知。故有首、冲、错、策、诗、吟、数、文、拟、图、道十一篇，皆以解剥全体，离散其文，章句上不存焉，玄文多，故不著。观之者难知，学之者难成，客有难玄大深，众人之不好也。雄解之，号曰解难，其词曰客难。杨子曰，凡著书者，为众人之所好也。每谓妻乎何口，公声调于彼耳。今吾子乃抗辞忧说，弘毅苗止，独持聘于有王之际，而陶冶大庐，磅礴群生，历览者资年矣，而书不误，胆费精神于此，而凡学者于彼，辟化者化于无形，贤者放于无声，殆不可乎？杨子曰，余若夫弘言崇义，幽微之徒，盖乃与览者同也。昔人有观象于天，视度于地，察法于人者，天历且迷，地朴而深。昔人之辞，乃欲乃今，比其好为艰难哉，是不得已也。独不见夫翠求将痴之将登乎天，必耸身于苍梧之渊，不接浮云，亦疾风，虚举而上升，则不能及交阁。腾九鸿，日月之经不千里，则不能逐六合。耀八鸿，泰山之高不交遥，则不能博蓊云而散霄征。是以密西氏之作易也。绵络天地，经以八卦，文王复六爻，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，然后发天地之脏，定万物之基，典谟之篇，雅颂之声，不温纯深润，则不足以扬鸿烈而张鸡兮。盖虚米为载，寂寞为师，大未必旦，大音必息，大语叫叫，大道低回，是以生之苗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，行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。
辞之言者不可其于庸人之听。今夫贤者，高张极辉，追屈逐齐，则作者不期而复矣，是为知足贤耻。于六经，发萧韶，永久成，则莫有何也。是故终期死。伯牙绝贤破秦而不肯与众鼓，恼人亡，则将石辍金而不敢妄酌。师旷之条中，四之阴者之在后也。孔子作春秋，讥君子之前读也。老聃有遗言，贵知我者希，此非其操与。雄见诸子各以其之喘迟，大低嫡子圣人，即为怪迂，昔辩诡辞，以挠世事，虽小辩，终破大道而惑众，使逆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。即太史公祭六国，立楚、汉、弃临止，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于今。故人时有问雄者，常用法应之，撰以为十三卷，像论语，号曰法言。法言文多不著，独著其目，天降生民，空洞专蒙，自于情性，聪明不开，训诸礼，撰学行第一，降周，弃孔，成于王道，忠厚但张乖离，诸子图威，撰五子第二，是有本真，沉思于义，动不克闲，本诸身，撰修身第三，茫茫天道，在昔圣考，过则失中，不及则不至，不可兼往。撰问道第四，神心忽恍，经纬万方，是系诸道德仁义礼。撰问神第五，明哲惶惶，旁烛王将，训于不愚，以保天命。撰问明第六，假言周于天地，赞于神明，幽鸿恒广，绝于耳言。撰寡见第七，圣人聪明渊义，祭天策灵，冠于群伦，经诸范。撰五百第八，立正古众，动化天下，莫上于中和，中和之发，在于哲民情。撰先知第九，仲尼以来，国君将相卿士名臣参差不齐，一概诸圣。撰仲尼第十，仲尼之后，弃于汉道，德行言敏，古公萧曹元及名将尊卑之条，称述贫早。撰渊谦第十一，君子纯中领文，蠢敌减压，旁开圣泽。撰君子第十二，孝莫大于宁亲，宁亲莫大于宁神，凝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。撰孝至第十三，赞曰：雄之自序云耳，初雄年四十余，自蜀来至游京师，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殷齐齐文雅，诏以为门下使，见雄代诏，遂于奏与列父，除为郎，己是黄门，与王莽、刘歆并哀帝之初，又与董贤同官，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，权倾人主，所见莫不拔擢，而雄三世不喜官，即莽篡位。谈说之是用福命称功德或封爵者甚众，雄父不厚，以其老九次转为大夫，田于势力乃如是，食豪谷而乐道，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，以为经莫大于义，故作太玄，传莫大于论语，作法言，史篇莫善于仓颉，作训纂，真莫善于于真，作周真，父莫深于离骚，反而广之，辞莫立于相如，作四父，皆斟酌其本，相与放一而驰骋云，用心于内，不求于外，于时人皆呼之为刘歆及范雎敬焉，而醒谈以为绝伦。王莽时，刘歆、贞丰皆为上公，莽既以福命自立，
即位之后，欲绝其源以神前世，而封子寻、辛子分复献之，莽诸封父子，投分四邑，此所连及，便收不请。十，熊孝书天禄阁上，至遇使者来，欲收熊，熊恐不能自免，乃从阁上自投下，击死。莽闻之曰：“熊素不与事，何故在此？”兼请问其故，乃刘分常从熊穴作其字。熊不知情，有诏勿问。然京师为之语曰：“为寂寞，自投阁，原清净，作福命。”熊以病免，复召为大夫，加素贫。其酒，人悉至其门，时有好事者在九窑从游学，而巨鹿侯八常从熊居，受其太玄法言焉。刘歆亦常观之，谓熊曰：“空自苦，今学者有鹿力，然相不能明。亦又如玄和，吾恐后人用副将不也。”熊笑而不应。年七十一，天凤五年卒，侯八为起坟，丧之三年。十，大司空王毅纳言言犹闻熊死，谓桓谭曰：“子常称扬熊书，岂能传于后世乎？”谭曰：“必传，故君与谭不及见也。凡人见近而贵远，亲见杨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，故轻其书。昔老丹著虚无之言两篇，博人义，非理学。然后世好知者尚以为过于五经。自汉文，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。今枕子之书文艺至深，而论不轨于圣人。若使遭遇时君，更越贤之为所称善，则必度越诸子矣。诸如或积以为熊非圣人而作经，由春秋吴楚之君铁号称王，盖诸爵之罪也。自熊之眉至今四十余年，其法言大行，而玄中不显，然偏极俱存。